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辣子炒鸡，把鸡腿都切成这种小块儿。倒水多洗几遍，洗干净。扣干水分。好嘞，我们来放点胡椒粉，来点盐，再来点料酒，拌起来让腌一下。再少来点淀粉，拌起来。我们再来准备一些配料，红绿辣椒，喜欢吃辣的来点小米辣，蒜、葱、姜。蒜要多来一点。来，我们来烧油，下入鸡块，把鸡肉上面的水分炒干以后下料，葱姜蒜、花椒，来点豆瓣酱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盐，最后放辣子。好了，出锅。我们再来和点面，压个面条拌着吃。我们的普通面粉，温水和面。面和好以后，让洗一洗。面洗好了，用我们的压面机来压面。张和最爱的大块面条，看，和我们炒好的鸡肉拌起来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们盛面，看着面美不美，张和？太具劲儿了，给你妹妹来上一大碗，怎么样？再来点，再来点，再来点鸡嘛，你该不能光吃面，那是，是，看，又辣又够味儿，去劲儿。这个面条子筋道啊。嗯。这个面压出来真的好。那个压面机压的。嗯。啊，我说咋这么久油？你以为我扯的？对。张和，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好？没有嘛。这咋就脑崩拽的？没有嘛，没有什么烦心事是你自己做饭解决不了的。知道。嗯。张和是后来嘴甜了啊，我听说。不就是网友说你情商高了？没有没有，还有后半句了。你说。如果有，那就吃两顿就保证没问题了。